设计师经典素材再利用，奈德利特效重做啊，这是谁家火男？简单来说，豹女特效变得更黄了啊，标也变得更加明显了，芝士雪豹增加了血雾特效。法国女仆直接升级成咖啡甜心，技能从原来的飙血变成了飙咖啡。艳后增加了沙子特效啊，但和前两款一样没有那么明显，但接下来亮相的简直不要太显眼。首先是小戴最爱铁血猎手，更新后技能更红了，变身豹子后也都带红色闪电啊，帅的不谈，属于是更加贴合铁血系列皮肤。然后是蓝色系的银河魔装机神，标和被动标记都变得高亮，夹子也科技感十足，变身豹子特效也比原版更加犀利。魅惑女巫特效上的蝙蝠减少，取而代之的是紫色迷雾啊。至于其他皮肤，就和原皮特效没什么区别，简单来说啊，就是焦黄。但我觉得最需要重做的应该是为人方正的酒桶，哥们脚趾头还是方的呢。